啊，现在泉州人咧讲闽南语，那咧讲潮语哩，你认为有道理无？当然是因为袂晓听。如果呐注意到是咱南音交咱的这个梨园中间有一种叫做甲骨音，甲骨音就是保存明代遗存的泉州音。伫泉州还佫有一群头大鲜花，才高姨，因也叫做金波阿姨。